大家好，现在是云南香格里拉11点钟，这么晚了，我们要吃什么呢？吃水果吗 ？No。吃泡面吗 ？No， 不果的。我们今天要来吃角度，这个负重10公斤，现在我背起它。我们现在要来吃上胸，上胸平常做不能，一定要搭配椅子。才有效果，角度才够本。来，云南就是吃角度，来，包含一上二下，二，你可以自己喊，我越来越方便。啊，没有声音。好，欢迎各位弟兄姐妹，明年邀请你们一起来。什么意思？做几组呢？可不可以做60下？能做60下？好，我挑战60下。好，我挑战60下，60下。为了张泰。为了张泰，我做。来，准备喽！59，最后一下60，哇，完成了。好，我们今天来到云南健身工厂。这健身工厂非常高级，有5星级的设施。那我们现在，我们邀请一位重量级的人物，也是我们的老师洪军老师，他为我们做一下示范一下，我们如何在短时间内有效率的做到60下。你不要转快，你会不行的。来，57了吗？58了，59了，最后一下为了张泰，60，哇。来访问一下，你做60下有什么感觉？你觉得很吃吗？很吃，比泡面还吃。那后面你一直在偷吃泡面，怎么回事？后面还吃，张太，加油好吗？张太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怕钱被偷吗？担心你的钱放银行，就被银行倒债吗？你看我把我钱放在 GHC 的保险箱里面，随时随地都有人在保护它，还可以吃角度。随着你的重量越来越多，吃到你越来越深。现在你这是100万的角度，现在你需要再存50万进去吗？好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再加50万重量吧。那个 security 再加50万重量。他可能不行，好，那没关系，先放，因为我也没有50万。护照50万，我们现在护照50万，除了建堂之外，剩下的全部都放在里面。50万，一个人只要拿5万出来，我想应该就没有问题了。50万，为了舅舅阿姐，他没有50万，他没有办法吃到角度。好，奉献出来。